这个有银河纹有没有？会看到哦，这里有一条上来，这是面向少有好的纹路。这我需要给你听呢，这个，这个法令，这个银河，两条，好，这地格有了，鼻啊大起，个目睭有烂。哦，这个也是，哎，这里也需要照一张。台南市代不动产代销工会前理事长，就是在卖房子啊，他本身也投资房地产哦，赚不少钱。你的地格如果长这样，去做不动产行业，啊，不动产行业很宽啊，不一定盖房子啊。我们那个刘妈妈地格很饱满，这个有旗杆纹。旗杆纹这个要下来哈，这是长寿的象征。鼻子又粗大了，颧骨也大。这个扣分，就是他可以推论一些事情，在41、2岁的时候，龙宫制、三根制、龙宫制，那个可以推论他的修旧。你无代无志，未使有瘢痕痣痘疤啦，假设我们的鼻梁哈有痣，但是他是走40几岁，不过已经过了40几岁、50几岁，那这个痣还不要再点？还是需要点啊，因为它流年到了会到啊。流年有两种，一种是几岁到哪里那个固定的75流年法，一种是90流年法，9年就会轮到一个位置。我们课程上面有解释。地格要饱满哦，这够两百亿，地格有水无？你剩偌济敢知？这毋捌哩哦，恁遮罕见诶，这做有名诶。这个好像跟谁是亲戚呢？好像跟连战还是谁亲戚呢？你们可以 Google 有他的故事啊，这个名人哦，他的眼神、法令。遗骸，相当有实力的是个角色啦，四号人物，这种像，所以，这看到直接叫陈，直接话好诶，叫干妈啦，地格有超多爱想安尼，爱翘起来，这个将来有比赛权呢，花生花生啊。这个是谁？我忘了。这个不是太多照片忘了啦。好像是张信哲啦。他有一个过火很好听的，是啊。表示我跟你们同年代好好的水星，快结束了哈。有这个条件，开大合小，嘴爱大，查甫看嘴食素，查某看嘴食餐砧，餐砧食了食粿砧。看嘴吼是较早农业社会，你学了这个噪音啊，会做事可以分担家务，因为他嘴巴大，他吃得多，体力好，要务农嘛。即摆人爱水嘛，物质条件好哦，看嘴变做人咧笑这个噪音啊，嘴宽歹看，樱桃小嘴较好看，你们是不是都喜欢樱桃小嘴？嘴巴嘴像是这样，嘴巴唇厚又大的吼。做事情比较稳，比较务实，胆量嘛较在，嘴巴小的吼，较会使呢，比较会撒娇；嘴巴大的不会撒娇，